请四号家庭。大家好，同喜庆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松阳，今年25岁，来自辽宁沈阳。我目前就职于一家世界500强的地产公司。然后我曾经先后有在美国、瑞士、新加坡的读书经历，还有香港的工作经历。女嘉宾，今后你跟我在一块儿，你只需要负责享受，我负责营造浪漫。其实我生活中看着特别的成熟，我不知道是优点还是缺点。无论走到哪里，大家都不由自主叫我一句大哥。所以说，今天你愿意做我的大嫂吗？是他要找大嫂。那不是你的大嫂。你把这事捋一下子，你的大嫂是你大哥的女人。你要回去当大嫂吗？哎哎，这就对了。你愿意做我的大嫂吗？父母说两句。大家好，我是松阳的妈妈。那个我在处理婆媳关系方面有一定的经验。我结婚28年来没有和婆婆争吵过。即使以后我做婆婆，如果我的儿媳和我有了矛盾，我希望儿子站在媳妇那边。我们家都会对她好的。我当时想的是，以后婆媳要有矛盾，我希望媳妇站在我儿子一边，我一个人就可以对付他们俩。老李，哎，到你了。大家好，孟老师好，我是4号男嘉宾李松阳的父亲。李松阳呢，他是一个健康、阳光、快乐、上进的这个一个孩子。我希望他找的另一半呢，美丽、端庄、大方、懂礼貌、懂生活。好，谢谢。欢迎你们。